它有三个色，粉色，然后黑色，还有我身上的浅灰。它的细节是在胸前这里，它的那个英文刺绣是那种铜色系的那种线，然后黑色就是黑色的线，然后灰色就是灰色的线。它刺绣我觉得还蛮精致的那一种，然后做抽绳设计，然后连帽的，连帽的是刷毛的，你看它是刷毛的那一种，下摆跟袖口都是那种弹性螺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下摆会卡卡的。这里有一个大口袋，所以你冬天冷的时候，你手就可以塞进去，然后里面也可以放手机啊、钱包。然后这件属于比较短版，它只有盖住我一点点的屁股，我穿这里还有空间，帽子也算很大的那一种，算大帽子。然后它的袖子有点蓬蓬袖，我觉得也很好看。